前几年这一道豆汁炒玉米，这豆汁是俺娘给的，咱给俺包过。这玉米是搁捡了没？怎么咱给俺包汁？这豆子来包。嘿，它糊，它跟糊的还没有成。咋药了？这五楼点了个咸。人家给了。一口血。放酱。吃了鲜活的，这多放了盐，味道进进去了，虽然还比较好吃，这也提到解暑了。反正小姑娘没事，冰箱免了盐。